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新款 B 超机的操作使用方法。首先呢，接好探头再开机，开机后探头出耦合剂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检查的时候，在它珠的左侧、右侧都可以。大家演示一下，看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怀孕在二三十天，30天不到。然后我们冻结后，我们可以按到这个回放键，然后他就把咱刚才做的影像给回放一遍。那边上那个。